始变冷了，这里要介绍一款非常厉害的外套，就这件冲锋的，它有粉色、黑色、蓝色、橘色、白色，这个拉绳设计可以让整个外套感觉到非常修身哦。它不只好看哦，它很多种功能，防水、防风又防刮，而且你看到吗？这里它很多口袋呢，可以放手机、钱包、钥匙。它的功能多以外，它还有三种穿搭方式。第一种就像多芬现在这样子，第二种穿法呢？还可以穿里面这一层就好，内里的部分还可以这样搭哦。但穿外面这件也很好看哦，又便宜又好看，CP值超高，还不赶快来下定。